新闻继续关心的是，台米风台来袭嘉义气象站，提醒民众注意风台。强调那是路线不变的话，将带来着强风和雨，而且风台远离之后，也将引进着西南气流，包括着西部和南部地区民众，都应该严防着大雨所带来的灾情威胁。台美风台目前正咧慢慢接近台湾，移动速度真慢。而目前风台正咧慢慢啊转向，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判断，目前台美风台正朝向北向北北西向台湾前进。若是风台路径无变，上紧今日上午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下晡将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拜三就会带来强风大雨。该气象站呼吁民众，虽然风台路径朝向台湾北部，但南部的民众也袂使轻视。台美风台所带来的惊人雨量，对南部地方来讲影响可能非常的大。另外，该气象站提醒民众，虽然现在台美风台是轻度风台，但未来不排除会增强为中度风台，影响台湾上强的时间点，可能伫拜三、拜四。而且民众伫风台期间，各地区拢爱预防大雨，民众爱提早做风台准备，以免生命财产受到威胁。新闻台民间的采访报道。